好，小朋友，接下来我们来检讨，上次的线上小考，哈，来，请来专心听哦。基本上这次的小考大家都考得很好，十几个100分，哈，只有8位小朋友呢，哈，没有100分。那没有100分的小朋友呢，请你要订正，哈，请你要订正。那我现在来检讨。第一大题单字的部分呢，有错的就是只有第5题跟第6题。小朋友，table 跟 desk 好像搞不太清楚哈。table 是桌子，没有抽屉的那一种桌子。那 desk 书桌是有抽屉的那一种书桌，好。之前老师有跟你讲，好，这个差别就是看抽屉。那这2个字搞不清楚，请你呢多加练习，哈，多看课本的句子啊，然后配合图片，哈，增加你的记忆，哈，一边看一边念出来。好，这是单字的部分，只有就是这2个字有错，哈，前面就1到4题大家都对。好，再来我们来看哦，句子的部分呢，就每一题都有小朋友错，哈。像这个，the ball is on the chair，好，是第二个，the ball is on，差别，你看这3个句子差别就是在这里，on 就是在上面，好，在某个东西的上面，一定是要碰到那个东西，好，碰到那个东西的上面叫做 on，好，on the chair。在椅子上。好，那第八题呢？第八题，你看它3个句子都是 the key，所以是要问这个钥匙 the key 的位置。那它是在这个 desk 的下面，所以是第一个答案，the key is under the desk，under，好，在下面，under，在下面。好，第九题。第九题呢，好，你看，全部第三，这3个句子都是 the book，好，所以是问这个 the book 的位置。那它在箱子的隔壁，the book is next to the box，next to 2个字哦，在隔壁，next to the box，好，在箱子隔壁。所以你小朋友，如果你对 in on、under、next to 这四个哈，这四个单词都搞不清哦，那你真的是要多看，多看句子，然后配合句子意思的图片，然后大声的念出来，哈，帮助你记忆，哈，课本都很多，哈。好，再来，那这个图，哈，这个图。你看完之后呢，哈，要来回答下面这几个问题。那如果你回答到下面，你觉得说，哎，我忘记涂了，那就是再怎么样，再把它移到上面来看嘛，哈。好，那我们来看呢，哦，我每题都讲，the kite is 什么 the table，好，这个 table 没有抽屉的，OK？那 kite 在这里，the kite is under。Under the table，所以小朋友，这样子是一个字，老师画底线就是一个格子，你只能填一个字，All right？好，所以这边是要填 under，好，under。好，那第二number 11，第11题，the ball is 什么？the desk，the ball 在这里，on the desk，on 有没有在书桌的上面？All right，好，第12题，the key is 什么 the box？key 在这里，in the box，in 就是在里面，它就是被，你看它周围都被这个盒子包起来的，好，所以它就是 in，好，in the box。好，第13题，the books are，哎，你看老师有2个格子，哎，好，2个格子，哈，是2个字啦，所以就是 next to。Next to 在隔壁有没有？这书2本在盒子的隔壁，所以呢，
The books, 看 books, 因为是两本书 ，are next to the books。好，啊，这个都讲了很多遍的哈，小朋友你一定要一直去练习、去复习才会记住。好，那错的小朋友的座号哈，老师已经公布在网站上了，而且你错哪一题，我都用红色的标出来，红色的是你错的，所以呢，你订正的时候就是去订正那些错的就好。那题目呢，你就是必须再回到这个，这页小考签到的这个页这个连结。那老师在网站上呢都已经有再贴给你看了哈。那你看的题目，然后呢写你错的那一题，然后写正确的答案哦，订正两次，一定要抄题目。在小考簿上，好，那订正完再请家长签名。那我们这一次呢，要请你上传所有的作业了。好，那怎么上传呢？好，我们网站上面都很清楚的讲了。好 ，All right。